遮起这个左眼的时候，那我眼前虽然是看到的是迷蒙的，但是我往内看，我的视野里其实是有好辽阔的一个海洋。因为自己大概有2000多度的高度近视，所以可能陆续发生的问题一个接一个。那每次去看蔡副院长，其实心里都有点忐忑啊，但是他都告诉我说，没有问题啦。我说我想去西藏，他说可以啊，要搭飞机，他说没有问题啊，还能不能画 ？OK 的，没关系。这一张是叫龙穴啦，那其实这个是一张断层扫描的那个片子啊，他眼睛所看到的那个这种的变形，此时 burning 还有这些气泡，他看成是海洋，触发他一个创作艺术的灵感。哦，这位教授啦，那两蕊目睭啦，已经度数真深，但是来到咱台中，咱的眼科啦，蔡副院长，伊领导的迄个眼科啦，啊，发挥了迄个天工卡手，真正是真精妙啦，卡手啊，伫咧剥开呢，迄个目睭内底呢，迄个网膜啦，迄时吼，比好盲更加好盲，他可以呢，伫迄个所在剥开眼膜，伫迄个所在呢，啊，总共一句啦，这长血筋、个薄血筋、接血筋啦，实在是叹为观止啦。这个作品啊，大概就是以这个方圆的大地啊，那在四季幻化，那雨露均沾啊，那绽放的花朵一直在滋长，那花朵的这个里面也绽吐出了一个生命的乐章。那感谢上人，感恩上人。那我想把四季谣这件作品啊，那呈现给上人，谢谢您，谢谢。一位教授啦，目睭恢复啦，画一幅图来送我，四季好，这两蕊目睭已经开始会当作画啦，而且画顶呢，安尼在迄个碗的内底哩，都亲像伊的眼。光的世界呢，把整个地球啦，四季的景象画在的内底里，所以啊，真正是吼，这是人间呐，让我过一天呢，真水的世界吼。水的多位。水的山峦天空不所求，水的无处不处在无处。看多点一看。好。眼睛切开，可以看到眼球里面有个水晶体。你的眼睛是怎么样？你后续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？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把我的眼睛交给这位主治医师。人搞白，我伫屏东来到这，两年前我来开啊。今年才开真已经三年了，伊迄对人讲话阁足温顺，足迄落，算讲态度啥物拢足好个啦。这是一个好医生啦。我永远记得他这句话，他说：“你知道一个医生最大的成功跟成就是什么吗？绝对不是他很有名，更不是他很有钱、很会赚钱，是他拥有广大支持他的民众跟乡亲们。”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紧张，紧张。佛法呢是遐尼正开阔阔无边际啦，咱世间不管是景物啦、啊，
其实是所有的人的功能啊，无不都是呢，在佛陀向咱说法其中呢的一部分呐、啊，请大家人向佛的道法啊，也虔诚用心，这也是叫做真法供养。